猫咪打喷嚏怎么办？魏新立，职业兽医师。猫咪打喷嚏的处理方法可以从猫咪住所的环境卫生、感冒、猫鼻支等方面考虑。首先，可能是猫咪身处的环境灰尘太多，让猫咪过敏。这种原因只需要清洁猫咪身处的环境即可，清扫灰尘，给猫咪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。其次，可能是猫咪感冒。当猫咪感冒的时候，也会出现打喷嚏、流鼻涕，甚至精神不振、食欲不佳的状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需要给猫咪治疗了。轻度的可以让猫咪治愈，稍微严重一点的需要带去专业的宠物医院检查治疗。最后，猫鼻支也会导致猫咪打喷嚏，这种情况很容易和感冒混淆，所以猫咪主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猫鼻支的症状是阵发性咳嗽和喷嚏，鼻子有脓性分泌物，高烧不退，患有结膜炎，而且眼泪分泌物有脓性的，这种情况也需要带猫咪去宠物医院治疗。